黄威反骨酷孩子设计叛逆制服。录音设计师黄威为台中国家歌剧院打造全新制服，大获好评。黄威的个人品牌 Jamie Wei Huang 2017春夏系列也正在伦敦时装周展出，以 The Cool Kids 为题，探索着酷孩子对待制服的反骨品味。黄威利用松紧带制造灵活细折，裁线式的大口袋有种吊儿郎当的趣味，不收边的丹宁布和宽版横条纹制造出夏季闲逸感。时尚动新闻，是个酷女孩来着啊，报道。